我怎么了？我怎么干的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想？我怎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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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女人车拉不住，到他拉去了，到他拉干啥呀？哪来不了？真不知道。没吃饱，你看吃会儿。吃吃完再给你。这倒内行。吃东西哪里去了？我操！我操他！看到不？妈！妈！哎呀！出来了喂！哎呀！哎呀！出来出来出来！吃。吃肉得呗，你看，防吃饿，是吧？是吧？没有。啥？咋了？很重要。哎，跪！跪牌子。跪着去呀！好像真重。谁喝了？谁尿了？谁尿了？尿了。啊！哎呦！哎呀！咱回腾起来了。哎呦！吃啊！吃。还是天，还是不耽误吃。拜拜，下次再见喽。谁尿了又哈？哎呀，给兄弟哥。就你们等打药呢，哎，你想干嘛吗？那这多刺了，我给他不叫刺了，你这。你这感冒了？你感冒了吗？哎呦！哎呦！吃的吃了的。哪里有病？我这要光买个那垃圾东西，买个带盖的，大衣服都没用，对吗？这是一个馒头啃个样了。嗯。买个带盖的，他们在我这兄弟吃，就是说可垃圾。让路拉走。你那也不跟是捡钱事儿。你那是木耳。